没问题 ，Q 个一，告诉我一下。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卡了，刚卡了。不会流血。是时候来一把害虫了。OK， 打卡萨丁好打，10分钟拿他一这个一塔，10分钟打野是谁？弗耶格。哟，他在电刑，有点痛快。这些伤口没有带来痛苦。不灭。啊，我看到了。哟，没事。血多。不灭。我要二了。哟我操，哎他这个能打断我很烦。他那个能把我的咏唱给打断，我们 Q 技能蓄力。你看能打断我操很烦。哎这波舒服。只有懦夫才会害怕死亡。没事问题不大。我有 TP。兵线推掉，哎，不亏的，直接踢过来，怎么说？球抓，球抓，哟，他是点燃啊，他是点燃。劈死！哎呦我操！差一点，没办法。哎呀！都没把他收掉，好亏啊！怯懦将遭遇死亡。再触发一波，开不掉。我是什么？你怎么说？你怎么说？哎，抓我，抓我害虫，来来帮推一波。哎，对了。抓我害虫！哎呀，塔皮！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算了算了。战利品，领先他16刀。杀者的面容吧。这盘对面打野抓我就抓错人了，浪费时间。卡扎丁还有一瓶药，他回了。嘘，哟，不回，很好。我去，你打吧，你打吧，我给你打啊、嗯！我3瓶药，你还能耗得过我？就算打野来了，我也不行。打野来了也无所谓。胜利像呼吸一样，你以为你能干掉我吗？强拆，连地面也震颤了。强拆6级，
怎么说？可送，可送，来求装，就是两个字，求死。哦，求死，求死，求死。好，浪费时间，浪费时间，哎，浪费时间。大招开过来，没有任何的损失啊！害虫来了，害虫来了，害虫又来了！哎，安静的去死吧！你不回啊？你不回吗？他们在哪儿？过皮死瓜皮，哎呦，两个瓜皮一直在中被我反杀，来来求求求杀求杀 W 我 W 我好瓜皮，哎，你就在中路别走，哎，你就在中路别走，怎么说嘛，再杀我，为我流血吧！爆破触发，求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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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破他们的意志，求死。求死！65刀啊，他只有38刀。我付出了什么代价？我都不要他抓的，我直接送。哎，我直接送。这条火龙我们看看能不能帮一下，哟，别这么搞啊，我已经打赢多少场，这样死不太好啊，他要来抓我了，我讨厌这么等着，炸死你，我的队友只杀了一个啊，还有一个车还是我杀的，快走，就在中，就在中。就这样而已嘛。TP 马上好。求死。这波说实话，我好像没什么办法。他得回了，我血比他多，看你回不回。胜利之酒，甚至不能发生。回不回？就问你回不回？哟。飞掉，切诺将遭遇死亡，你就在中吧，这波先不着急送啊，反正他的卡扎丁是肯定要回的，不，你这么怕吗？
我猜，哎呀，很好，有 TP， 有 TP。踢过来，在啃噬着我。补刀非常多，100刀。我的血管里流淌着火焰。我推。过撇，怎么说？他上路来了，这波不能拆。他没蓝了。诺克萨斯不会容忍懦夫。我撇，我快冲！但我不杀你，神头鬼脸，知道自己错了。啊，12分钟还行，能接着。你看他打野不管我，就变成了这样啊、哦，管我也没什么用，只是这把我的队友好像有点了。硬拆，123刀，就拖这把，我就疯狂送，拖住，送到不值钱为止，啊！总是在行军，等级也比他高，补刀比他多多了，死了按技能加速没错，但掉血快，不划算，又不追人。就是无耻，就是无耻。不会流血。上路也来了。贪吃，贪吃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全部来中，搞我三人。只为海虫，我得搞这个东西啊！感受到了吗？我送死跟你搞这个东西啊！球抓！抓我，跟我 face 一干，直接大招冲兵，一刀不漏，140刀，复活的又快，现在我们有那个啊，悬赏。这些伤口没有带来。我又来了，疯狂送，疯狂送，好，
队友来中了。不停的来抓我，疼痛没有感觉。AD 来，好，那我就想，饥饿，我就下啊，我就下，球装，我们这装备拆得快，哦，拆得快，拆完有悬赏。看这波怎么中，剑魔。我来了，害虫。好像不太能开。这杀不掉，这杀不掉。害虫，硬菜，啥都感觉不到。哦，去上路喽。眼不排，浪费时间。打野在。大战的律动在哪里？求杀！求杀！求杀！求定！爆破出发！好，有 TP， 有 TP。现在我能一拖二，一拖三，队友有足够的时间发育。别看我们现在劣势这么大啊，他们只要骚扰我就得两三个，看情况踢啊，看这个踢，踢哪儿？我先往中走，我先往上走，我先往上走，上路这个高地塔啊，这个一塔要先给它拆掉。海虫，海虫来了，海虫来了，球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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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龙刷了，集装，集装，集装，你抓抓抓抓抓抓，拿龙，放高地，抓，抓，抓，就这，抓，抓，抓，对了，抓，对了。在啃噬着我。抓，对了，打我。打我。对了，打我。打我。打我。龙拿了，舒服，爆破，切，快不快就问你。对了。那对了，打我就对了，很好。队友很赚，而且我兵全收，有 TP， 再踢过来。三分之一，踢下也行啊，到处跑。队友可以去大龙了，你们可以去大龙啊。我是三等啊，兄弟。我死再多次也无所谓的。害虫来了，害虫，
听到这个声音他们都慌。来，还打大龙，还就你他妈的是开玩笑的，别打大龙打不了的。打不了你给他们在旁边打就是了，就是旁边看着就行。哎，你怎么打大龙吧，你告诉我你怎么打嘛。哎，那我们这时候来很好，搞得不是有，来我来救你。我的斧头正在变冷，这剑魔在找我。问题不大，收波兵。有眼可以踢过去啊，海城马上好。守在塔下，这不随便守啊，这不随便守，把这个打了，太捞了。海城来了，你们怎么办？我问你，害虫这个时候绕后你怎么办？你告诉我。再见。来了，害虫，我怕。你还叫。OK， 你们打大龙，高地交给我，我拆家太快了。交给我吧，破剑者。那我拆家。不谈了。不来不行。你以为你能干掉我吗？就这样而已吗？我是什么？小帅，小帅，你是不是以为你单挑你能打过我呢？这从这里走。小龙50秒啊、我也不回，不死不回。再去上，到处绕，绕得他们头皮发麻。我有龙 buff， 尽量不死啊，尽量不死，好好利用这个龙 buff。等我到位你们再打，他们不会傻乎乎上来抓我吧。别打，我到位了，不需要打了。我猜这个怎么说嘛，这个才加，怎么说怎么办嘛，你们啊，出去打架。我破剑者加龙 buff， 这风水你打吧打吧，给你打，对，打你甚至不能擦伤我。哎，海虫，哎，求杀，不值钱呀，
不值钱。好，上路也拆了啊！等我复活，队友退下，然后我直接把他们一波加推了。来，你们去下，我直接去上路，把战线拉开。疯狂对攻速 1.60， 正好龙 buff 也消失了，对吧？哎，你的律动在哪里？去下去下，你们要不去下我就去下了。我先把上路线给他压进去，去上路好一点，战线比较长啊。别急，别急啊，别急，等我到位，等我到位，等我先到位，我到位他们就没办法了，头皮发麻了就。我的血管里流淌着火焰。别急，我马上到。好，来推，来打起来无所谓，他们敢接家就没了。来，我先溜啊，让队友到位，你们守，看你们怎么守。嗯，感觉好像自己很聪明的样子，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你没办法吧？怎么办？海虫，你还敢出去打架？开玩笑，这个菜家你给几分？啊，这个菜家速度。给几分？我猜，敢打架？